你好，我是应彤，欢迎您一起加入今天的《漫舞报》。今天新闻开始，我们要先来关注是在昨天下午发生的画面，就在中国的沈阳市发生了一起雷击意外，大楼被闪电给击中，瞬间变成了橘红色，而且这个火花还喷进了好几十公尺，画面就像是在演电影一样。详细状况联系给记者金鱼。另外，这个案件是在台湾高雄发生了讨债掳人的事件，双方疑似是有工程款的债务纠纷，被害人搭高铁要回到左营站的时候遭到暴力集团强行压上车掳走，警方巡线在南投把人给救了出来。隶属的南投收容所有一名替代役男，之前为了量体温跟押送移工的台中专勤队员互呛，整个场面相当火爆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中午有哪些新闻重点，我们马上带你来关心。首先要来关注的是昨天晚上资深艺人罗佩莹惊传沉尸在家中，而另外还要来关注的是新加坡政府他们宣布从这个月11号开始要祭出最严格的居家检疫措施。不要走开，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。